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要出去干活了去了。小妞回老家了，小满的话明天就可以出院了，到时候星期五的时候我再上去把她接回来。老公，干活，看嘛，我们屋头几个大的也是过敏性鼻炎。走，干活了去。这样子。啊？这样子。苦力。苦力啊。啊哈哈。走嘛，免费的劳动力。也是，帮我看看小姨哈。我出去挖土去了。走了，给你幺爷两个玩啊，爸爸妈妈出去干活了啊，拜拜。两把锄头，那个桶儿，那个掐篱笆。要玩越野，看嘛，这地方。哦，宽起了。哪里宽起了吧？对。把这个石头搬到这点儿。哦哟，这么大块也搞不到事。你过来了吧？你过来了吧？啊？算了，肯定担心了。你过来了吧？过来倒不回去了。可以倒。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回不去了。这个山路就是这样，这山路一点都不好走的，在荒郊野外的。再看看这边的土要不要的。春天万物复苏的感觉真的太漂亮了，看看，好安逸啊！到了直接挖。好没得，好没得，弄了。吃好不好？你那个。好，我那个技术最棒。两个劳动力。我重新找个地方去挖，干了了。它是快当，我们就已经拢木了，拢木了，然后就开始把土掐下来，把这前面这个小花坛里面填点土。小姨叫姑姑，喊姑姑。你们让一下。我倒点茄子。我这个人干活了，就是能偷懒，绝对要偷懒。小姨。小姨。你这是在干啥子呢？哎呀。哈哈，给你奶奶扯脱了。不是，这个手指甲好长哟。哈哈哈哈哈。可以弄嘛，没二十寸，二我自己来刨，你放在脚底下就可以了。耶，你背了一背的春天去喂鱼儿哎！我把这个刚刚新量倒好的土，然后全部都给它铺平了，然后就浇水。老公大人，再麻烦你一件事儿，牵个水管在我浇花了。好，马上。好，谢谢老公。没事。说干就干，说一说水就来了。叫温柔点，老公，温柔点。这边的也浇一下，这边的绣球花看看。这一朵朱顶红，就这一朵朱顶红好看吧？今天的前头土就弄得差不多了，然后这个小花园慢慢的规划，然后就会越来越漂亮。朋友们，等到再过个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，你们就可以看到小妞的院子里面，哇，花团锦簇，特别漂亮。到
到时候你们可以过来晚上乘凉喝个茶，好舒服的。